國家一直非常關心香港，非常支持香港社會嘅正向正面發展。在香港社會無論出現乜嘢問題嘅時候咧，無論係金融方面嘅問題，以至到香港社會一啲重大治安問題嘅時候，國家咧都全力支持香港盡快咧係恢復正常嘅生產同埋生活。咁所以我諗落去無論嗰個負責香港問題嘅機構係咩嘢機構或者係咩嘢人事安排都好咧，我相信呢點一定係唔會變嘅。香港亦都要知道咧，我哋喺整個國家發展進程當中，我哋嘅功能作用同埋位置，同時喺政治方面咧，香港亦都要需要知道咧，喺基本法嘅具體安排底下，香港嘅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黨、高度自治個具體嘅內涵同埋規定係乜嘢。